觉得自己的鼻孔太大吗？或许只能怪自家老祖宗了。有研究发现，祖先来自气候干冷地区的人，往往鼻孔比较窄，而来自气候温暖潮湿地区的人，通常鼻孔比较宽。学者认为，可能的原因是对干冷地区的人来说，窄鼻腔更能有效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和湿度，减少上呼吸道生病的几率。结果在物竞天择之下，宽鼻腔的人慢慢被淘汰，窄鼻腔就成了干冷地区的主流特征了。